恩是真的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了，这段和土地公的谈话不要太爽。本来土地公来找海恩还抱怨为什么对他这样，对他语气这么冷淡。海恩，你最好知道你没有对我说这种话的资格。왜그런장난을쳐잘지내려고그렇게다가가는건데거기서너가선을계속딱딱그어가면서얘기를하니까질투할거알고아파할거알매도나이랑계속알랑알랑장난치고따로백서부르고제이진짜하고넌그런모습충분히많이보였어요그거는내가너를너상처받지않는것만고려하면서행동할수는없었어어쩔수없었지만넌어쨌든그랬잖아난여기서잘난게가원래처럼가매정에가그냥두고가가 아너때문에어지러워어떻게하면안어지러질까너때문에어지럽고최종선택나해